Good night. Hello.多加儿，多加儿。哦，我今天怎么这么红啊？头发好多，红皮，是因为我撑的吗？赢了，我们刚刚看到中国女足是吧？牛啊！牛啊！头发真的好多，还好。豆浆，晚上好，晚上好，老铁们。Hello，Hello。嗯，不然你看上去确实很白。公主是不是剪头发？没有啊，没剪头发，我咋剪头发？没法剪头发，家人们。嗯。女足赢了，我们知道。刚看完，中国女足冠军，刚拿到那个奖牌，金牌。我们上播之前是吧？冠军。刚上播之前，刚看到，刚听到那个电视里面说，赢了中国女足，好牛！天哪！无缝衔接直播。晚上好，晚上好，大家，欢迎各位的莅临观看。这样炸的显得脸小。真的？嗯。是不显得脑袋很大吗？巨头。榜一是什么？啊，什么？你个，现在是一个金毛，刚刚应该是就脸的那个。嗯。冰墩墩。冰墩墩。什么冰墩墩？说冰墩墩抢不到，冰墩墩当然抢不到了，冰墩墩那么火。你们现在可以去抢雪融融，说不定他以后会火。我现在像雪融融吗？我是谁？冰墩墩。我是雪融融。我是冰墩墩的黑眼圈，右边头发遮着，很难受啊。但是他就是怎么办呢？哎，不知道该放到哪里去。今天换了个视角，是因为我们没法充电。我们如果按昨天那个视角的话，就是没有地方可以给我们充电。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就是稍微就是往这边来了一点点，靠近那个充电头。白墩墩，闪闪，粉色的保时捷，怎么老不显示谁送的？头发确实长，可不嘛。哎呦，坐旁边一点，这样。衣服就浅混一下吧。Hello， 又互换皮肤了。买到了冰墩墩的毛茸茸包包，好家伙，一句话三个叠词，哇哦，好厉害哦，可以像昨天一样扎起来。不行，不想扎了，扎得我头疼，扯得我头皮疼。公主吐舌头了，没事儿，没关系，没吐，我也吐了，你们看不到，我其实说话，我舌头一直在外边说，我就没吐，我才没吐。
给大家讲讲我们今天干嘛了吧？这什么都没干，在家没看剧。我们今天在家里看《亢奋》，家人们，就是因为他那个《亢奋》第一集他看过了，然后我们在本来是在追第二季嘛，然后我没看过第一季，然后今天就在家里每看了四集吧，把第一季看了四集，三集，第四集还没看。就是只有一个感想，就是他们的高中生活比我们大学生活还要精彩。嗯，有点吓人。是。然后就是今天看完剧之后，就又回他家吃了个饭。嗯。每每回他家吃了个饭，然后又回来了。蛮好看的，讲实话，我感觉就是有那种，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虽然我好像看不太懂，但是它节奏很好，它不会看得很无聊。第四集的画，第二季第四集的画面好好看啊，真的很爱，真的很爱。爱得太远。我俩这声音看起来才睡醒，没有吧？可能因为今天没有出门。你又干啥？我高一点。晚上吃的什么？晚上他们家就是，我想想啊，是花馒头，就是花馒头，这是我加枣的馒头。嗯，昨天吃的，昨天晚上去他家吃的饭是昨天晚上吧？前天晚上，昨天晚上，这两天晚上都吃了，都吃了。昨天晚上去他家吃那个花馒头，就是他那个馒头上面不仅就是两片馒头，中间夹了枣，夹了很多那种红枣。然后那个馒头上面还有花，还有那种就是不知道怎么弄上去的花，很花里胡哨的馒头。我也不知道，反正上面写了还写了字。嗯，现在不是，现在是在我们在外面的那个民宿。嗯。哦，是的，我北方是这个样子，但我在南方都是馒头就是馒头。馒头就是一个普通的馒头，什么都没有。花馍馍。CS 一个小鸡儿，一个小鸡儿，你是干嘛要跟我牵手是吧？快点牵手是。牵你手是。啊，要痛。哎呀，等会儿有点疼。哎。开花馒头是什么？开花馒头是什么？曝光了，我把它拿远一点吧。你看一下，北方人很会做面食，是的，是的，北方人就是爱吃面，我们这里也爱吃面。这样子吗？可以。请坐。哎呀，坐到我的手啊。有没有事放晚上。谢谢。咕啦啦咕啦啦。山东特色，山东什么特色？什么亢奋在哪儿看？我们是在公众号找的资源。嗯。我们两个什么都，衣服交换穿不是很正常吗？嗯。特爱吃饺子。哦，他们不吃饭的，家人们，他们不吃米饭，就是。一日三餐都是那个馒头，还有面食，还有小米粥，不吃米饭，知道吗？嗯。你像我们在南方，就是每一顿都要吃米饭，然后每一顿那个菜，就是稍微那个菜口味重一点点，就是没有米饭吃不下去。嗯。很少吃米饭是吧？怪不得。就是，反正我小时候挺爱吃米饭。是的，南方人表示真的一天不吃米饭不行。我手机肯定很烫，我现在
是的，有点卡卡的。那怎么办？嗯，不知道。不吃饭浑身难受，真的吗？是的。啊。嗯。就是爱在太原，在哪能看到？在各大 APP， 各大平台。爱在太原就是电影院观看，超前点播，超前点播，对，嗯，要开那个超前点播的会员。不吃饭不活了啊？那倒也不至于吧。谢鸡儿，谢鸡儿，谢谢呀。毕竟是手机啊，我手机吃这个样子，我这是多少来着？我这是12是吧？哦，是吗？是是。12就是很容易烫，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的也容易烫，苹果都容易发烫。你都不会关机啊？对，我都会烫关机，家人们，就是烫着烫着，就是温度过高不能使用，冷也是，太冷了，温度过低不能使用。唉，麒麟困不会不困啊？我为什么会困啊？我们起的可晚了，一点。嗯，今天一点钟才起床，我还比他早起了半个小时。我可是今天是早起的那个。苹果通病，是的，是的，好家伙。对，冷的时候还充不进去电，是的，是的，是的。自动偷偷给关机。苹果就是很娇气，给我注意一点，某果。注意一下，放冰箱很管用，是真的。我们之前不是在小蓝房直播吗？我们之前在小蓝房直播的时候，手机很烫，烫着烫着，它就会，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温度过高，然后就把它放到冰箱里。嗯。看宠物。什么看宠物？就是这个角度很像在看宠物。那个肥。抓手，肥鸭子，是使用了发膜。发膜是什么呀？就是你头发现在很毛躁，毛躁。嗯，可能是因为我夹了一下吧。我头发怎么白的发亮啊？公主的鼻子变样了。胡说八道。光鼻子怎么会变样？光打的。嗯，这个另外没。啊，不对不对不对。我肥抓我。什么意思啊？头顶的毛好像避雷针，哪里？是一个。他夹过，哎呀，别管他头发了。Whatever. Whatever. 找双马尾巴。像那个谁，善意。善意是谁？啊啊！哇哦！鬼灭之刃。他是什么？怎么搞的？这样扎的，是吧？嗯。我昨天晚上还看了一集《鬼灭之刃》。别说小宝儿，不要再炸着了！哎呦，好高级的词汇哦。炸着什么？炸着什么？不知道。嗯，我懂，我懂，我懂。OK。这角度真的很像宠物视角。唇膏呢？你去找一下唇膏。你觉得那好用吗？我包里有另一个。那个一般，但是比较简单。哦。Hello， 老铁们，就剩我一个人了。鬼灭之刃可不嘛，昨天嘎嘎看，看嘎嘎的。评判啊、哦，行，我知道啥意思啊，别评判嘛。不是评判，评判什么意思？不是这，这是评判吧？啊、我俩都知道，啥你们是啥？嗯，知道，谢谢。公主什么时候染发？可能我们回长沙吧。染什么颜色不能告诉你们。什么时候染也不告诉你们。可能某一天，突然，哎，砰！
就变朵拉了，变成光头。多可爱呀！Call me on my cell phone. Cell phone. 给你也涂点，我给你涂了。好了，婴儿床视角，这啥呀？嗯，降龙十八掌，推下去，推那个摇篮车啊。公主今天干嘛？公主今天就是和她在家里腻歪了一天。是啊，是黑色的保时捷。Thank you。为什么也不那个不显示？婴儿床世界。Cell phone。嗯。啥呀？逗小孩。你逗吧来，我看你逗。真的是逗小孩吗？没耐心了，逗两下行了。塞塞，你别搞，等下把这个搞倒了哟。嗯嗯嗯，吃的吃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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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不知道大家今天干嘛了？公主唇色好好看，就是太干了就会变成这个唇色。是吗？嗯嗯。我们先聊会儿，聊会儿，别急，别急，别急。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人可以练，笑死。Call me on my cell phone。cell phone。我今天问他在没，因为我们还要在太原待几天嘛，也不可能天天都在家坐着。我问他，我说那个太原到底有什么可以玩的？他说没有。真的就是说很无语，很无语。在太原，就是在太原生活了这么久，就是说也不知道太原有什么东西。我每天就也没什么干的，在太原的时候，方特，你说方特好玩是出自真内心的吗？是真心说出来的这个话吗？太原有方特。有，大同也有，太原方特好像是新开的，我还没去过。去挖煤。你是真的觉得方特好玩，还是你在逗我们？品尝陈醋，我品尝了，家人们。品尝了，不是我说，老铁，太原的陈醋真的是陈，就是好酸，家人们，好浓。我把那个腌腊八蒜的那个罐子给他闻，他死都不闻，最后闻了一口，来说一下什么感受？就是那种差点被呛死，上头，嗯，是不是？就从这，就是把那个蒜泡在那个醋里面，我天，好吓人！然后那个醋又特别酸，就感觉我那种南方的都是那种兑了水的，真的嘎酸，老铁，嘎酸，真的很酸。感觉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感觉还有一点那种酱油的味道。腊八蒜的醋是甜的，甜的倒也不至于了，我们这里很酸。那叫腊八蒜？是的，那他们说的是糖蒜吧？不是，他是把那个蒜泡在醋里。对，腌腊八蒜。好吓人，他还把那个蒜吃了。很好吃，老铁，谁懂？谁懂？好酸，谁懂我？腊八蒜是不是很好吃？口味还蛮重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家吃的东西口味都蛮重的，就是，放了挺多调料的。所以知道我为啥黑了吧？吃酱油吃的。你自己看，有个轮廓了。没有，别怪我。
嘎嘎好吃是吧？嘎嘎好吃，又辣又酸，对。公主贴贴好棒贴。吃不了蒜和酸，那你是有点不懂得享受。打咩又打咩了，一组夺冠，你是有点延迟啊。我刚刚看完女足开的播。腊八蒜是绿色的，不是啊？是啊，他那个是，你那个是黑色的呀？是绿色的呀？是黑色的呀？绿色的，泡了醋里怎么会是绿色的呢？拿出来就是绿色的了，你没看？你回去你再看，好好看一下。不想看。这么不尊重人。到远方。是绿色的吗？谢皮卡丘虫子。你可以不喜欢，你不要就是表达。哦，我知道那个黑蒜，下面我知道那个黑蒜就是那个吃了黑蒜之后，喂、就是喂、啊，黑蒜是什么？黑蒜是为什么呢？黑蒜很好吃，我不信，家人们。让他南方人喜欢吃糖蒜，我没吃过糖蒜，哎，我只吃过普通的蒜。这首歌叫做热汤，热汤。荡起回肠，下是燕田。糖蒜甜甜的好吃。对啊，糖蒜是很好吃啊。糖蒜是为什么？因为糖腌的蒜。嗯，我解释不清楚，你没吃过吗？没有，我只吃过普通的蒜。嗯。天哪，你们吃的东西怎么都千奇百怪的。嗯，腌生姜，老铁不要再给我灌输这些奇怪的事物了好吗？生姜我们倒是不会腌了，我们家会腌那个咸姜。咸椒是什么东西？咸姜是一种咸菜。是，糖蒜确实很好吃。涮羊肉加糖蒜，他不吃羊肉的。但是你又吃，你又吃那种羊排是吧？我都吃啊。羊蝎子。吃。那为什么羊肉饺子你不吃呢？就是不爱吃羊肉饺子，因为羊膻味儿。但涮羊肉我能吃，糖蒜用的白醋，哦，是蒜加蜂蜜，其实老铁，我看过那视频，有点黑暗了吧？啊，对，羊姜啊，对对对，羊姜。但是对羊肉饺子，真的，它那个味儿好大。我昨天吃了一个羊肉饺子，家人们，就是说咽不下去，就是抹抹喝水。没事，你下次你就说你不想吃就行了。我想尝一下的，其实是，哦，我想尝，因为我没吃过羊肉饺子，哦，然后吃了之后那个味儿好大，然后我就喝水把它喝下去。哦，就是说那个什么蒜啊什么的，就是咱们就是说。干吃它不行吗？非要就是把它装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配着一起吃。干吃你不吃啊？有的人爱吃，有的人就不爱吃。我一般都是吃烤肉的时候把它夹起来吃。哦，嗯。香菜多少吃？我们没有讨论香菜。讨论香菜的可以出去了。嗯。香菜迟早有一天离开中国，地球，离开 China。嗯。
没人可以拒绝折耳根，吃个折耳根的跟吃香菜的一起出去。好的好的。哒哒哒哒哒。陈醋香菜，哎呦，香菜迟早有一天种满地球，哎呀，烦。明天干什么呢？明天我要拍东西，累了家人们。明天我们是真的要出去玩玩的，顺便出去玩一下，是吧？玩什么？明天中午还要回家吃饭。明天中午也要回家吃饭啊，家人们。每天都要去他家吃饭，明天中午他家也来亲戚，嗯，很多人。保安眼下的痣在左眼还是右眼？右眼，在左眼，是吧？右眼，右眼，对不起。我刚想说，嗯，右眼。为啥这会长着痣呢？不知道。真是真。不懂，小时候就有，是以什么身份？一个人，一个朋友，一个人的关系很好的好兄弟的身份啊。嗯，暂时还是不能那什么。我们是纯纯好兄弟，对吗？对。色色之人，好家伙！我看了那个，有人在超话发，就是那个。就是眼睛痣周围的痣分别都是什么字痣，但是它那个痣它是长在眼睛下面的，它是里面的，对，它是长在眼睛里面，它那个图上的痣是长在眼睛下面，是右眼啊，天，是右眼，嗯，你们看的是镜像，对，所以是右眼。是吗？什么泪痣？泪痣不是在这里吗？迪丽热巴那个痣。眼睑下痣。有事吗，老铁？有事吗？谐音梗，出口，出口。眼睑下痣。那个眼睛。还有人说我女儿长了一颗泪痣，天天哭。这所以这个痣是喜欢哭。哪个痣啊？这个痣吗？不是吧？谐音梗扣钱，爱你一辈子。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准备药检。眼睑结石，真的，哇！泄压浊，婆宝难治，婆宝难治。嗯，脖子上这个痣啊，宫保鸡丁痣，宫保鸡丁痣。嗯，弄破了色素沉着，哦，有可能。我其实痣还挺多的。嗯，我脖子后面也有个痣。嗯，屁股上也有个痣。屁股上哪有痣啊？你不知道吗？我怎么可能知道？我看得到我屁股啊！真的假的？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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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想偷偷炫耀一下，痣多些。没有，真的，其实还好，没有多，没有很多了。痣多心什么意思？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小宝的卧蚕越来越明显了，你们其实看不到，口罩下面我的法令纹也越来越明显了，天天搁着傻呵儿在这在这笑的，打咩射射，行行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智慧，眼中只有你，
白的人只会很多，我还好，我不是很白了。嗯，口臭品是什么玩意儿？听不懂。下次数数全身上有多少痣，有痣气，有痣青年。挚友双全，你是我的下辈子。啊，我左边胳膊也有个痣，是的，是的。一直在乎你，智多星。你是我挚爱，至少还有你，挚爱你，挚喜欢你，至少爱我。乔治，哎，说啥？很无语啊，老铁们。我只有你，有智者是清者，烦死了。真是没什么人、他们怎么就过年那两天就是不休息？反而这两天开始休息起来了。我看挺多人在旅游的。啊，我带你去旅游呗。对吧？去那个，我想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一起什么去东京和巴黎。这个角度好像是爸妈的娇羞的意思。昨天晚上几点睡的？昨天晚上几点睡的？我不想说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我进门的时候，你那个手机还在被子里亮着呢。那假装在那儿、把那个被子就是把那个被子盖到头上，就是我就看不到你了。糊弄谁呢？糊弄谁呢？你当我们俩好糊弄？嗯，老大不小了，天天晚上不睡，白天不起，这你是吧？那亲戚都来了，就在那屋里睡，也不出来叫个人，人家坐一桌了，就等你呢。算了，不想说了。你现在大了，你自己寻思寻思，翅膀硬了。你再这样的话，你过年别回来了。别回来了。咱就是说，饭也不吃，饭不吃，砂糖橘吃一箱啊、咱昨天买回来一箱砂糖橘，今天就炫完了。我刚买的年货，没过年的给我吃完了。你出去买去。今天就炫完了，咱就是说那个，只有一箱子橘子皮了。起来吃饭，起来吃饭，饭做好了，起来一看还有两个小时得做好。妈妈喊你啊，吃饭啦！一起来还有一个小时得做好，坐在那里空空的只有一个菜。不用谢，不用谢。比我起的晚还骂我。不许说了。关于我睡着的爸妈突然攻击我。哦，明天就要上班了吗？哦，是的，明天初七。他们是过完初七才上班吗？有的单位是初七就上吧。OK。什么？找一下 F。等，找一下 F 啊，这儿。明天后天上学啦！哎呦，好可怜哦。我不用上学。我也得上学。学当然是得上的，家人们。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好好读书，读书才有出路，啊，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读书会更好，读书会更好。你现在年纪吧，你不用想什么干什么有出路，你先读书是真的。作为学生，咱们就是读书最重要，是吧？哪怕你用不到，你可以以后做一个有素质的人，读个书就是会稍微那个什么好一点。
不能看我们，那没关系，我们俩就是不会跑。对，我们俩不会跑，我俩又不会跑路，咱闲下来啥时候都能看啊，啥时候都能看，特别有素质，行。好，没错。最爱的表情包。每天上网课，网课还好了，我觉得。他也是啊，他三月份才开学。嗯，我三月初才开。对，东北大学开的晚。嗯嗯嗯。嗯，然后要找房子了。找什么房子？长春啊，长春有房子。是的。我们要搬出小蓝房了，在那。希望可以找一个大一点的小蓝房吧。大蓝房。大蓝房。Big Blue House。明天五点半就起床早读。老天儿、我好久没有五点钟起来过了。五点半太早了吧，我以前上学都是六点多钟起来，六点半起来。对，我们以前出早工也是六点。嗯嗯。没有没有没有，还没找好房子。着急哪这么早啊。对呀、三月初才那什么。嗯。差不多2月20号20多号左右找到就可以了。哒哒哒哒。起太早了，那你们也得早点睡。讲实话，谢谢发量浓密的橘子。嗯，橘子头。你们早点睡觉，五点半起床，家人们，我跟你说，你真的10点钟就得睡了。嗯，10点钟睡觉正好也是7个小时。嗯，按理来说要睡8个小时，老铁。他们没有人播今天，唇膏牌子。唇膏牌子，一个普通的唇膏而已。嗯，我们就唇膏太多了，我们什么唇膏都用。对，你也不确定哪一支是最好用的那个。嗯嗯，哒哒哒哒哒哒，我的屁呀！还好我上大学了。嗯。谢易洛 ，Thank you。哎呀，家人们，你高三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们熬过高三就好了。这一年其实就是说，虽然很辛苦，但是估计留给大家的回忆也挺多的。哦、算了，倒没说。就学习的回忆，学习的回忆，美美回忆，一个年终总结。Oh no。玩啥游戏啊？玩啥游戏啊？你亲亲我游戏来。来吧，出去亲吧，走吧。嗯，我是。这是什么游戏啊？哎，哎哎，干嘛、啊？叫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哎呀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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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搞。对呀、啊，干嘛呢？干嘛、啊？说啥呢？老揣测我们。我懂了，无语了。什么意思呢？啊，反了。袁成老师，少碰。
碰瓷了。带一下吧，怎么带？我咋带不上呢？鱼人珍宝，鱼人珍宝，家人，宝二车纳姆，吴老师大摇大摆，说了多少遍了，真的是老梗，说了500遍了，这梗太老了，对不起。戴口罩热不热？可不嘛，嘎嘎热，热的我，哎呦，上蹿下跳的，像天津守门的，什么意思啊？嗯，小鱼儿和花无缺，皮肤不够大，那皮肤得是那种，哎哎，Make it 690. Can you stay up all night? 谢小瓜，谢小瓜。是吧，大姐？大三，大三。录《劝学语录》，我们录过了。69 with you. 行。Sorry， 上一秒今年不做搞笑女，来点搞笑男呀！嗯，累了累了，怎么又累呢？嗯，所以呢，不行，随便选，嘎嘎选，打住！哎，嗯，嗨，绿仔，绿仔，哎，我。我前两天看你，你老公不是来了吗？我老公来了，那他的人呢？你咋换滤镜了？咋换了个滤镜？我感觉我跟你一比，我很黑，我换一下。哦，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你还在老家呢？你搁后面干嘛？啊，他你搁后面干嘛呢？就是待待会儿，隐身待会儿。在后面待会儿，在他后面待一会儿啊，行，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老铁。那天你们俩刚被那个，对，我在老家呢。啥时候走啊？13号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你们什么时候团聚的？我们前天团聚的。前天，嗯，大爆发了没啊？很累，很累。那怎么看？哦，行。他们不对啊，我跟他们玩，就是说玩后三位，现在就是我们能不能就是定好，好玩后三位，可以可以，要不然从来没赢过，行，嗯，那你们就是说输了的话，来三个贴贴，又是贴贴，三个贴贴，五个贴贴吧，谢谢时光，就五个不同的地方贴贴，啊，好，嗯，来吧，我呢？你想一下啊，你撒个娇吧，把那个，但是所有的撒娇前面要带一个那个，就是带一个那个哥哥。行，我撒给谁的呀？这个是撒给你的，撒给我吧，撒给你的。谢谢小星星，咋回事你？谢谢一颗红豆，好，来吧，来吧，开始吧，直接2分钟开始吧，闭麦。我还寻思重开呢，贴贴嘛，不就贴贴嘛，多简单呐，贴一，嘎嘎贴。
贴一下这六，贴一下这 F。开美颜，咱们都说好了，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啊，下一次，下次，下次，下次开美颜，下一个新员儿，下一个新员儿，下一个新员儿开美颜，嗯，小心一点，知道了。我那天是不是在现场？我在现场，公主搞了四五天才到。我刚看，我刚进来，哎，没了。我下次就开美颜了。昨天贴贴就被提醒了，今天悠着点。好的，好的，行行行。谢谢小拉姐，小拉姐，啊，贴不是抹哦，行行行，谢谢提醒啊，谢谢橘子头，谢谢大家，嗯，谢谢大景小小声，谢谢大大景，谢谢大景，大景 ，baby， 谢谢唱歌破音的小宝，应该是的吧，嗯，我猜的，谢谢剪鬼，谢谢特边特边。谢谢 Joe， 谢 Lexi， 给你取个英文名 Lexi， 来哦 ，Lexi 是那个叫什么 ？Cassie 她姐姐。谢谢枝子，枝子，谢谢小鱼儿，谢谢 Fish， 是 Little Fish。Lexi 是那个刘伯欣，刘伯欣 Lexi。嗯，那个刘伯欣那个歌。哎，说到这里，想听一首刘伯欣一首歌。嗯嗯。确实是，有一首这歌，哇哦！谢谢仙丹呀，谢谢仙丹啊，有那个，叫啥来着？真的有这首 ？KDA， 谢谢爸爸，谢谢爸爸，谢文文，谢文文。有，就是前面有个海豚的声音，是海豚的声音吗？是鲸鱼？是海豚？我不知道。鱼吧。是这个样子，魔鬼鱼，对，魔鬼鱼，魔鬼鱼，刘 Manta， 对，不是馒头，是 Manta， 老铁，我真的无语。馒头是什么意思？谢谢宝石姐，谢谢宝石，谢谢谢谢谢谢小啾儿，等会儿等会儿，谢谢小啾儿，不到，嗯 ，Manta 不是馒头，我真后三位是比后三位大小是吧？他输了呀，他输定了，我看着是零儿，谢谢金宝鸭鸭，谢谢我鸭鸭。是，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金宝丫丫，谢谢西路，谢谢舒小弯，谢谢芝子，谢谢巴巴，谢谢饭吃饱饱，谢谢小鱼，谢谢小小仙丹，杰尼龟王子，奇恩公主，陶比亚，是赢了吗？都打不开了，我来吧。哎，打不开了，打开了。是我输了吧？零，我是零六七啊，对，那啊，你第一个是零啊，哎，那你绝对输了。那我是干嘛？哥哥，你撒娇来。嗯，我准备好了，来。你要开个，你开个那个，开个那个大头特效，那个。大头特效是吧？哎呀，突然有点。老铁，准备好，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那个聚焦，那个聚焦。聚焦那个，在那个，应该是 PK 的第八排第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嗯，你干嘛呀？这是你给我来这个，想看，想看，想看，来，有点一在身上的哈，你是有点一在身上的，嗯，放一个，嗯哼。你浓的大眼睛，高高的翘鼻尖，浓密的眼睫毛让他扎进你心间。等一下，我给我整不会了。嗯。我要喊你的名字吗，吴奇林哥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吴奇林哥哥。吴奇林哥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跟我贴贴啊？可以跟我贴贴吗？嗯，求求你了，给我贴贴一下吧，吴奇林哥哥。
你眼睛一直在瞄什么呀？他旁边拿了一把斧头。可以了吗？可以可以可以，蛮好的，很开心很开心。哎呦，上个厕所，浑身舒畅。老铁们开心吧，老铁们。好，我走了，吴奇隆哥哥。下次我要走。了，他害羞了，家人们。下次连多连点人，家人们。你来吧，你来给我撒娇吧，来。哥哥、啊。表情管理有点失败，刚刚。你说你也这样子，来，麒麟哥哥，来，麒麟哥哥。麒麟哥哥。他咋说的？他刚说啥了？我没听到。麒麟哥哥能不能跟我贴贴？嗯，麒麟哥哥能不能给我贴贴？贴贴是什么东西啊？不好意思，好好来一下，不好意思。麒麟哥哥可不可以跟我贴贴呀？贴一下，就贴一下，一小下。什么？不行啊！另一个惩罚也做了，真是诡计多端呀！哎，早是早睡早需要早起的，赶紧睡觉啊！是的，触电了，跳新疆舞，别说我了。哎，他们都上了呀！现在怎么这么多人上啊？那就先等他们一下吧。这什么发色？这是金色，浅浅的一个金色。你弄的大眼睛，套到了。你弄的大眼睛，我看一下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什么都没搞我们。可以啊。谢谢大家。哦，你等会儿吧。小宝在学校吧，属于是狗不理，谁都不理我，没有人追我了，天，放心。我每天在学校糊是死死的，我去上课，上课我忘，马上就回。是的。他难得标兵。难得标兵，家人们，他被提醒了，啊啊，什么都没搞啊！我看一下啊，不是他们刚上，让你播一会儿先。哎，瑶子吗？瑶子干嘛呢？瑶子拒绝我们。瑶子天天拒绝。玩后三位。瑶子拒绝我们，瑶子。嗯，什么？被瑶子拒绝了。哎，算了算了，没关系。瑶子狠狠拒绝我们，什么意思呀？啊，这啥玩意儿？绑窗帘的，就这样。这不窗帘，这有窗帘啊，这样给它绑上。上厕所的时候看。好，我等一下那个。啊，我知道了。我先和他们玩一会儿吧。不再玩会儿啊？他刚上。对啊，他们都刚上。嗯。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行子。行子是啥？嗯。窑子，窑子。窑子不是行子，窑子。五七幺什么意思啊？五七幺啥意思？小黄在连，小黄在连，黄连的，整理活，整理活，是可以的，有点想整活的。不玩后三位你就赢，我当然知道了。Hello， 小黄。Hello， 杰尼龟。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你不觉得直播？
天很热吗？热，热。啊，你不热吗？我热，我热。天气好热，你们感冒了吗？天气好热，我们感冒了吗？中暑了有点。中暑了是吗？嗯。那我们今天还是浅玩一把吗？好的，好的，好的。你们两个直播间不热吗？热热 ，hot hot hot， 来，请玩一下过程玩，来个玩个坐坐好不好？坐坐坐，怎么坐坐？就是票少的喊对面的榜一，为了 minute 找个音乐啊，比如说你是对面的榜一，嗯，杰尼龟啊，杰尼龟。阿杰你跪，阿杰你跪，阿杰你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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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啊？喊榜一，你们两个一起，哎，对，对面的喊对面的榜一，嗯，啊，喊我们的榜一是吧？喊我的，我喊你的。你的榜一，你喊我的。对，下面那个榜哦。好好，嗯，那。结尾你定吧。结尾。哎。你。哎呀。把。结尾你俩也来个双人舞吧，行吧？会不会 Trouble Maker？ 可以 ，Trouble Maker， 简简单单，简简单单 ，Trouble Maker。简简单单啊！哎呦，我看看，哦，哎呦，行，咱们看看哪个好一点哈、啊。那我呢？你这个。巴西龟。你把那个你。敢把那个就是咱们所有的美颜调到最大。我这样吧，我给你来个贝壳炒饭，怎么样？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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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哈，好，咱们再来一句。嗯。好。哎呦喂。哎，没开始，没开始。下面咱们都出现，欢迎小不在。这个你榜一叫什么？这个榜一叫什么？这榜一叫什么？哎、啊！喊我的榜一，哎，肖诺宝贝，肖诺哥，哎，泡泡糖，谢我糖，泡泡糖，哎，啊，泡泡糖，泡泡糖，啊，泡泡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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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泡啊
还是 S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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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会拉票吧，哎呦多吓人啊，哎呦 S 哥你完蛋了，我这辈子对没从来没有对一个女人这么好过，接下来日子你等着吧，啊西吧拉票了家人们，江江众筹一下，对面 S 哥给我打得个措手不及，哎呦个十百千万十万，哎呦就哎，金宝丫丫，哎呀，是丫丫哥，哎呀，换人了。谢谢感谢对面丫丫哥，感谢对面丫哥啊。虽然说很不想感谢，但是我们还是谢谢丫哥打了我们啊。哎，什么贝壳炒饭？哎，喝口水。休息会儿。咱们哎，算了，加灯牌吧。里面是有一条活金鱼吗？咱们加灯牌啊！恭喜我们拿下亚军，今天晚上不知道捅了个什么窝，哎呦多吓人啊，今天晚上捅连捅两个窝，恭喜我们拿下亚军，感谢我们，我看看对面老猛了，对面企业家老猛了，真是老铁，等一下哈，辉哥你等一下，休息会儿。感谢我们小诺宝贝，谢谢我们风吹叶落，谢谢扎姑，谢谢阿敏，谢谢小女孩，感谢 solo man， 谢谢小星星，谢谢火火学姐，谢谢泡芙定制，感谢妍妍，感谢家人们，恭喜我们成功拿下亚军。你自己在点赞，我打不开。哎呦，没事，我给你分析。什么贝壳炒饭是不是？嗯，对。好，行，我找个音乐啊。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新鲜，谢谢谢谢谢谢宝宝，谢谢英乐，谢谢丫丫，谢谢小娃，谢谢小范夏，谢谢小舅侄子，一圈
长虹，哎，谢谢对面家人，谢谢对面家人，一路长虹，一路长虹，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哎，辛苦了小华，辛苦了小华，哎，不辛苦不辛苦，喝喝水啊，好，喝喝水喝喝水，哎呦喂，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一路长虹一路长虹，哎，好，一路长虹一路长虹，新年快乐哈，恭喜发财，哎呦，走了我们，好，好，我溜了啊，拜拜。哎Oh my god! Oh my god! 老铁 ，S 哥 ，S 哥，跑跑的鸭的鸭哥，老铁，看谁说什么花钱找罪受，也没有吧，也没有，蛮好的，蛮好的，多好，我多努力啊！爆炒金钱豹，我真是没想到，押韵了，爆炒金钱豹，嗯，我真的没想到。哦哦，哥几个，就是我刚刚很想说，可以说 S 姐 S 姐姚姐，干啥呢姚子？干啥呢姚的？刚才帅哥给我画画画我，帅哥给你画画，他画的就是很可爱，跟我画的就简直一模一样。是怎么给你画呢？拿 iPad， 拿个 iPad 给你画。对呀，人家很高端，人家就是很高端，知道吗？哦，没要你钱啊？嗯，要什么钱？他很爱，他很爱我。哎，米姬也是两个人直播啊。我一直我都是说两个人直播。你左边这个有点面瘫哎。你别说他，他真的能，他真的能听到。是吗？他真的能干啥？你别说他，他能听到，他也能看，他是一直在这看公屏的。哦，管理。别说，你别说。这你们家管理啊？你我劝你不要缩小波，知道吗？我不小哦，他是小郭是吧？我劝你不要说他。行，郭老师承让，郭老师。嗯。你说我咱们玩儿。怎么玩啊？那个怎么玩？连胜怎么玩？什么？怎么玩？十六连胜怎么玩？咱还是玩那，咱还是玩那个后三位，好吧？玩什么？后三位，后三位数。后三位数可以玩后三位数，行。那你输了这个样子，你输了之后，你把就是咱那个美颜参数调到最大。然后就是说，小郭跳个舞，给小郭撒个娇，跟他表白。小波，波啊，小波，不好意思，对不起，小波，对不起，波老师。啊，小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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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 小波，嗯，波哥，嗯，开美颜，那跳舞，也可以，也可以开美颜，给小波跳个舞啊。哦，行行行，可以，那就是这样吧。你们两个输的话，就是你们两个开美颜，给他跳个舞，给他跳个。行，好，行。哎，小波那，小波怎么没眉毛啊？咋的？咋今天不画个眉毛就小波呢？真的要生气了，别再说他了。嗯、不说了，不说了。好，不是，对不起，波哥。对不起，小波。小波，小波啊、嗯。这什么对吧？他们都说是小波，什么真假朵拉，什么东西？姐妹们，别管他，咱们就是众筹一下。咱们这把玩的是后三位数，咱们首先得有三位后三位数啊！别算算，咱们现在连后三位数都没有，咱们现在有了，这不有吗？姐妹们，咱们对干嘛？咱要得四位数吧？咱得有三位数，知道吗？咱们众筹一下，姐妹们啊，卡个999。别众筹一下，在家干啥呢？你们两个这是回长春了吗？没有，我们在太原，在他家里。一会儿湖南，一会儿太原，老铁，一会儿长春，中国都被你们两个走遍了吧？我俩是这个样子的，我俩在三亚没连上吗？是旅游博主，旅游博主。哦，旅游博主，感谢老公主送的那个小心心啊！咱们众筹一下，最后一分钟。哦，什么时候回来？咱们可以一起就是浅玩一下。我们三月份回去。三月份、嗯、，OK， 三月我开学就回去。中游，
哪里穷啊，家人们说的太对，咱们众筹一下吧，咱们最后一分钟，姐妹们最后一分钟。咱们上次那剧本杀还没玩呢。我今天跟他出去玩了一个剧本杀，但是我说实话，老铁，我说实话，我玩着玩我眼珠就是说得看字儿嘛，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啊，我读一行字儿，我可能读完了之后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家人们，我就感觉我没在读，然后我就在看。不是，咱可以去玩那种，就是那种剧本杀和密室在一起的，就不是在那里坐六个小时的，懂我的意思吗？哦，有剧场，就那种做任务的那种剧场，可好玩了。嗯，对，就是没带脑子，就纯就是看字儿。对，感谢咱们 S 谢谢，哎呦，谢我才，感谢我算层次，谢谢 S 哥，感谢我算层次，注意力容大，你说这我怎么打？咱们只能跟。三位数，家人们，咱们守住咱们后三，咱们守住咱们后三位数，姐妹们，嗯嗯，谢谢大家。咱们小小计算一下，咱计算一下。我计算一下，我。该他妈死马路上，该马路上，赢了，姐妹们，赶紧买个叉 C 啊！抽的好啊 ，L 叉 C 这么玩他也能赢。L 叉 C 要怎么说是你呢？要怎么说 L 叉 C 呢？家人们，他这么玩他能赢。谢谢 L 哥，哎呀，说啥呀？真的，大数学家，大数学家，家人们，谢谢拿下，谢谢 Tago， 谢谢小小，谢谢 Lacy， 谢谢木晚生，大家晚上，文文木痴痴，谢谢大家，不胜半日闲，贝瑞峰无题，来咱，那是干啥？给波哥跳个舞是吧？你把美颜就是都调到最大，啊、对对对，美颜，等一下。咱就是这个美颜，就是说调了最大，也只有我是受害。他应该也会瘦，戴口罩也能瘦。哎、你看，你看，他，咱这不像两个。外星人啊，跳吧，给大家跳一个、啊、咱跳个啥呢？看吧，小波，你看，你看啊，你看，你看你评论啥？波哥，波哥，跳一个，那你要跳什么歌呗？跳个啥？跳个啥呢？你们决定，你们自己决定。当这跳这个呗，那个。那个什么，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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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顶着火。屋顶着火啊！屋顶着火吧？你是想看吗，小波？你说，你告诉妈妈。大过年的，咱就是别着火了。他说着火，他说屋顶着火。屋顶着火咋跳啊？不知道。听见这个了。这房间又变成一个人的部落。老铁串门没歌，我看他跳舞。我抬不起来了，哎。橘红色月光照亮着勉强，人生纯白的荡。哈哈哈哈哈哈！街怎么跳？你跳。哦，自由发挥吧，家人。这怎么扭的呀？屋顶会着火。可以了。不好意思啊，可以，我看过他跳那个花包杯，请跳一下，请跳一下，可以，可以，可以，行，可以。波哥，波哥，满意的话，你摇摇头。啊，受用啊，波哥。满意。不错，不错。好好好，行，你波哥辛苦了，这边。说再见吧，说说。他提醒我们不要展示敏感部位。我先走了吧，我先走了，行，我先走了啊，拜拜拜拜，老铁，
咱们就是说天黑也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关系这个啊，我应该给你唱来着，我会唱。是的，咱们现在像两个，你来唱一下。这房间又变成一个人的部落。嗯，不唱。修波是。嗯，修波。关了。啊，不要刷那个正能量啊，不要刷正能量。自行车坐垫儿啊，我还好，我也不是很会扭了，一点点。我来拉一下，前拉一下吧。哎，这咋这么快啊？等一会儿我再拉一下。哎呀，好久不见的。那是因为心里有灵，所以才会接得快。心里有灵，心里有我是吗？对，心里有。Hello。哇，你们怎么都是两个人呀、啊？我们好吧。我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啊。没朋友了。你拉一个呗，冠军，我拉一个是吧？好，那我跟你一对哈。谁说的？我龙。谢其轩。什么？谢麒麟？不客气，不客气。姐，这我们来打把 PK 吧，姐。耶、yeah, ，今天看起来人挺丰富的，这今天有点人山人海的气质了，老铁，这整这四人 PK 干出六个人，老铁不错。呀、yeah, 呀、yeah. 嗯，那我们来组队是吧？嗯，咱还是这个样子呗，就是第一个惩罚，第二个惩罚，第三个惩罚，第四个，咋样？那你们就直接惩罚我就好了，我就惩罚完我就走。你怎么知道你是第二个呢？哎，你是第四个呢？我不能是第二个的。哎，就第一名惩罚第二名，第二名惩罚第三名，第三名再惩罚第四名，是吗？啊、哦，对对。嗯，我的牙耶，听起来好像很新颖的样子。可以、嗯。完了，也没化妆。我要出最后一名了，你们别罚我太狠啊！我今天那咱们就是直接啊，已经开始了是吗？对对，咱就是。啊，那就闭麦了呗，是不是？好好好，先拉。是。哎 ，OK。哎呀，我还想拉我。我的妈呀！姐妹们，我跟大家说，我连了这么多次四人 PK， 这一把是我唯一有一种感觉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对，有一种我可能就是要输了的一种感觉啊，是吗？哦，不是那种输了，是那种就是心里的那种，就感觉他们话就是真的很多。放歌了是男的，什么意思他？我等会儿再连，再跟他们聊会儿，再跟他们聊会儿，单独那个他们。哇哦，哇哦，真是哦，是男生是吧？真是很精彩了，很精彩，家人们。老铁，天黑也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屋顶着火，屋顶着火，我真的要换军跳。哎呀，找不到他。哦，是这样子吗？精彩，精彩，精彩。男孩子，行，没事儿，还是没事，挺好的，挺好的，尊重理解，敢做自己的人很少了，现在做自己很好，做自己很好，家人们，不说了啊，就打打票，这个，美颜没关完，啥没关完？关完了，哪能一点不留呢？那不得留小留点吗？咱不得少留点吗？少，远哥会不会属于社恐呢？不能，他俩会社恐。我拉不出来，他本来是想拉认识的人，拉不出来。咱先想想惩罚是吧？拉不过来。跳屋顶着火，跳屋顶着火。好，怎么样？这是那个我没有看到的礼物吗？哇！哦，无聊哥，谢谢无聊哥，谢谢无聊哥，请坐，请坐，落座吧，落座吧。
谢谢无聊哥，哎呦我天哪，第一真是第一次回，第一回见的，上次送第二回了，第二回见了，对，我上次没看着嘛，咱不是，嗯，看了一半，这次是完完整整看着，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无聊哥，无聊哥的礼物真是让我们开眼界了，这确实是哥了，嗯，咱就说 S 哥，谢谢哥，谢谢 S 哥 ，S 就是姐嘛。我想，我不是，我想跟小黄说，我说 S 姐 S 姐，我不好意思说。加油啊，家人们！嗯，咱们屋顶着火就咱们屋顶着火妥妥的了。谢谢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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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me。坐 S 哥很洗脑是吧，讲实话，谢谢 S 哥，谢谢 S 哥，谢谢 S 哥，讲实话真的被洗脑了，讲实话真的被洗脑了，刚刚他俩泡泡糖怎么做，泡泡糖怎么做，我也被洗脑了，谢谢青，谢谢青，谢谢青，哦，这上面是什么人？小人在跳呢。小人？嗯，上面有小人，嘉年华上面有小人在跳。对，谢谢送的华子。我们才知道他叫华子，嗯，我们是看了超话才知道他叫华子的。谢谢。我们一直在想华子到底是哪个礼物？华子这是什么东西？哦，我以为是那个。我看你们讲华子是啥呀？嗯，那有一次呢，跟那个天走连的时候，拿了根大华子。啊！我寻思那玩意儿呢。青姐，青姐，坐。青姐，请坐，随便坐，随便坐。随便坐啊！咱挨着我们俩坐，挨着我们俩坐，对。嗯。都关去。嗯。幻觉应该就是在骂人吧。面部表情。啊！我怕他们那个社恐，我怕他们社恐。谢谢宝宝，谢谢范宝，谢宝哥，谢谢范哥。我怕他们社恐，那个谁们社恐？屋顶着火就是单独跟他们连的绳子。行，那让他们干嘛呢？一会儿看他们，看他们，我靠，我真急。谢谢无聊哥，谢谢青姐，谢谢 Santiago， 谢谢宝宝，谢谢范彩虹，糖糖。谢 KK， 谢谢立夏半夏，谢谢泡泡糖，谢谢白热风，谢谢大家众筹，谢谢。哎，不屑呀、啊，他讲，他能再罚一个，挺好的。谢谢那个保洁叫地上。激烈罚款，谢谢大家众筹，谢谢。我罚不死你，你我500不要我老罚我的，我那是你自己没本事。老哎，我跟你讲幻俊，老铁，我跟你讲，我说一个事儿，老铁哈，你看看咱俩在这一排排，你看人家俩人。全人家这两对全有对象，人家要对象有对象，完了之后要票还有票，你说咱俩在这干啥呢，老铁？咱俩他妈要对象没对象，要票没票。你说如果说我没有对象，我在这坐着，我打个第一也行，我不要爱情了。咱他妈要这啥都没有，你说干啥呀？你跟幻俊一对儿，我俩对十啊，我俩。干啥呀？我俩一对干啥？我俩对十啊，在这儿。哎，从这个 PK 连上来，我看到这人数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输了。嗯，是的。那咱们开，开始把我妈拉来，开罚吧，开罚吧，开罚。开始了啊，那个灰灰就是，灰灰给远哥撒个娇吧，就是说，哎呀，谈他。你们看着啊，像这些情侣，他们说，哎，你撒个娇吧，那换句你做100个深蹲。你们讲的是这样喊我，我真的会生气。你要喊喊远哥，喊远哥哥。会很少对我撒娇的，老铁开始远哥哥，然后那撒娇八连前面要加个远哥哥，远哥哥行不行？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流程走了很久哎，那这个流程会走很久，没关系没关系，我相信远哥也不嫌久，啊我不嫌久，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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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啊，远哥哥，嗯，好不好嘛？远哥哥，求求你了，远哥哥，拜托拜托。
远刚刚烦啊，小韩你来晚了，你小韩你早来个两分钟我都不能最后一名。我不管啊，你好恶心，能不能走点心啊。我们多损的老铁。哥我爱你呀、啊、远哥哥你最好了、啊、远哥哥闭嘴闭 嘴, 闭嘴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人家要嘛OK 很棒很棒爱我爱我很爱好的那就这样喽，那我先走喽。啊，下次来我跟你说。那是不是是不是？那我结束了是吧？那我们就先走了，我们二位了就不打扰你们了。哎，我们二位就不打扰了。那罚我吧，罚我吧。嗯，你们说。给幻俊撒娇。你真损！你干啥呀？你看见你求我们俩这老脸。要有娇羞的那种感觉。妈太损了。嗯，娇羞的我给幻俊，幻俊你能不能勉强做一下姨，你把你最爷们的一面展示给我可以吗？不是就那种贼爷们的感觉。嗯嗯，那我要开始了，幻俊幻俊哥哥好不好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我重来一下啊。嗯，好不好吗？干嘛？求求你了。求什么？拜托拜托，人家要吗？你最好了，你抱抱我吧，我爱你啊。到我了，到我了，啊，到你了是吗？对，一百个深蹲，你敢？那这样吧，这样吧，既然这怎么说呢？咱俩是不是好姐妹，幻君？我是不是你好姐姐？他，你看人家杰尼龟让他们让那个啾咪他们撒娇，他们也让我撒娇，所以我，军训你十分钟，咱们看一下行吗？咱们简单军训一下，咱先来五百个俯卧撑，三千个蛙跳，老铁，咱先做一做。我不不不，我永远是最惨的。你好好。但是我知道你是咱们众多这些咱们时时刻这个局里边，你肯定是最那个啥的。你不如跳个屋顶着火怎么样？行吧。屋顶着火怎么跳呀？屋顶会着火，容易会犯错，很适合你的，很适合你的。屋顶着火怎么跳呀，姐？那你跳个舞娘得了。哎呀，屋顶着火吧。我好久没跳屋顶着火了。嗯，看一下，我搜一下，搜一下音乐哈。哎，咱们点关注呗，咱们点关注呗。好。呀，要会员才能听啊。多那啥，老铁，这走走，慢慢慢慢，开始了，开始了的。好可怕呀、啊！你们这些脑袋。你跳舞的时候，我转过来一看，这脑袋全部这样子看着我，好吓人呀、啊！你们做自己的事哈。好嘞。我好像鸡呀、啊！啊！啊！妈，跳出了他的悲伤，老铁，一边悲伤，然后一边还在这凹造型，老铁。谢谢大家关注啊！好了吧？我觉得我好像你们花，我好像就是在一个局上你们花钱请来的。没有来干嘛？
还要花钱请啊，当晚都要。就是说呀，那人家杰尼龟打那么大票就请你来呀。他哪有把没有那么多票，我就问他。老铁，拿这大票只请你来，屋顶着火了。你图点啥呀？咱说。下次不准拿那么多票啊！再拿那么多票，就真的要封我了。哎，下次咱跟他打尾数得了，谁尾数是不是那个数大谁赢？我跟他打过尾数，我跟他打过尾数，我大概就是说，一千多票，他们大概就是二十几万，我好像赢了又好像没赢，我不知道我在打什么，我不知道打什么，不然你们私下打一把吧。够呛，我这，我估计我也够呛，打不过。没事，你跟他打一把，你就不是屋顶着火了，你全家都着火。真吓人，给我整爆炸了。全家都着火，对，你全都着火。行，其实还是连四人了，单独玩太狠了。行，大家新年快乐啊，以后再玩啊。嗯嗯嗯，辛苦了，辛苦了，军迷，辛苦了，冠军，辛苦了，可乐，拜拜。哎，什么意思啊？跑，抓回来。怎么跑那么快呢？哎，我怎么叙叙旧呢？因为心里有。你们刚刚说啥？被打断了。我说因为心里有灵，所以接得很快。啊、嗯，临阵脱逃。又玩谐音梗是吧？嗯，就刚刚灰灰这队给大家跳那个 Trouble Maker， 结果他临阵脱逃了。啊？那这把输了，你们就跳 Trouble Maker 吧。你跳了个 Trouble Maker 吧。这把打尾数，我对可乐说的很对，打好啊，以后跟行星连麦打尾数，可以啊，可以啊，那真的假的？可以啊，咱们打后六位，打后六位，嗯，后六个十百千万十万，我们这样吧，我们这样子，我们不，我们比那个，我们比尾数，但是比谁小？零是最小的吗？零是最小的。我们比最后的四位数好不好？好，最后的四位数比谁小是吧？嗯，好，比谁小，比谁小是吗？对，可以，比谁小。好，那等一下，那输了怎么办？输了麒麟跳 Trouble Maker， 那你们也是？谁？你们俩呀，一起跳，就那个阿姨，你别跑，谁？你不是会跳吗？你刚刚都要跳了。我是去年创造营的那个什么？你要开始说导师？别催了，别催了，别催了。我是去年创的一个观众。我是认识我创造营，有个看着跟你有点长得和你有点像。原来你参加过啊？啊啊啊！我们输了怎么样？跳啊！好，你们选一个吧 ，Trouble Maker 或者那个屋顶着火。屋顶着火什么？就刚刚跳了一首。那还是跳 Trouble Maker 吧。对，反正自由发挥嘛。嗯，自由发挥吧。嗯。最后四位数比谁小是吧？对。啊，可以。怎么又？怎么一点都？因为对于麒麟来说，多一分钟就他们就是。行吧，闭麦吧，来吧。怎么呕了？我们这把的对策是怎么样的，姐妹们？我们这把的对策是我们比最后的四位数。想想，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不是，主要是会怎么样？主要有个问题，就是会捣乱的。对，两边会有人捣乱的。但是我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玩四位数的原因，就是他们在听着呢。然后是不闭麦是吧？真的很没有，真的很没有波德。我跟你说，这个很没有波德，姐妹。我们练功夫之人，我们有对，但是对面就是没有波德，姐妹。来来来来来来，我是麦克，来来来，我们两个对面没有。哎，那个花掉了。那个对面两个在玩萝卜吗？就是演的累吗？演的累吗？就什么呀？你在什么呀？老说你七八二的，听不懂。
我姐妹吗？闭麦了，装的真像，装的真像。闭麦了，闭麦了，我们闭麦了。对，闭麦了。加油啊，家人们！他们怎么这么兴奋啊，家人们？他们在干什么呀？不知道，搞不懂，蛮奇怪的哈。要不我们打开听一下吧？蛮奇怪的啊。哎哎 ，Hello， 你们刚才说什么呀？没有，姐妹们，我跟你说，麒麟，麒麟他们真的就是怎么说的一种感觉呢？就是。倒闭了吧？对。花我也要花，你给我们把花拿过来。那个花没裤子了，没裤子了。咋了？不代表他们是黑裤子，微信拉长一点就可以了。拉长，就拉长一点。这花看着有点朦胧。给我戴上，没素质。它都脆。没事，脆了它也是花。哎呦呦！哎，我要痛。不是我们点小星星了，姐妹，我们点小星星了，我们在干嘛呢？两分钟过去了，2000票，2186，于然真元老师，于然真元老师，我们今天就来说一个感觉，就是这个花的一种品德。你别吃了它吧，你怎么还不吃啊？它有它有一种就是。走在江湖里没有道德的一种感觉。你别吃了，上面都猫毛。一种很纯粹吃了，对，一种很纯粹的一种啊、姐妹们，我们还没四位数，姐妹们，我拍了，真闭麦了，在干嘛？还在这聊呢。闭麦了，姐妹们，我们先破个四位数吧，加油！得先有四位数，姐妹们。我们虽然老铁，这回真的闭麦了。谢谢家人们，谢谢，这回真的闭麦了。谢谢，一三，灰裤子会被警告。老铁没裤子了，我就是一条裤子。明天吧，明天就不穿这条裤子了。咱就是说给他，今天把那个毛衣拉一下。Get you off my mind。五二车纳姆老师，你这真的是过分，吓我一跳。谢谢明朗糖锅，糖锅，糖锅啊，糖锅。谢谢。哟，这是某某追上了，果然呢。谢谢 Rainbow， 谢谢 Rainbow， 谢谢你要什么？咱们就是说用这个毛线把你们套牢。C-pop 打人事件，家人们。C-pop， 谢仙丹 ，Thank you，Chinese pop，Chinese pop， 谢小弯，谢小弯。外套记得咬上。外套。好的。是哪找外套啊？哦，拿反了。哦，对不起。这有条黑裤子。谢谢我狐狸哥。这黑裤子穿得上吗？穿得上。谢狐狸哥，狐狸哥坐。狐狸哥坐呀！狐狸哥来了，咱们坐会儿。坐会儿，聊会儿。谢西木西。咱们比的是后三位谁小是吧？这是一条短裤吗，宝贝？你别说我了，老铁。我们赢。我们赢了，比后三位谁少是小是吧？四位，后四位谁小、啊？那也是我们小呀、啊。嗯。哎，谢谢小狐狸哥，谢泡泡糖，谢谢北雾，谢谢明朗的糖果，谢谢璎珞，真果谢谢真果，不好意思，谢谢小九儿，谢谢 Rainbow 彩虹糖糖，谢谢舒小弯，谢谢小鱼 FY， 谢谢你要什么旺仔糖。好了。哎。谢谢呀，聪聪。哎呦，怎么输了呀？刚刚我可是听到，输了，还有怎么说呢？还有对策呢？卡了，哦卡了，我们千算万算，我们粉丝卡了，哦卡了呀，好吧，差一点点，真的差一点点。对，我们的战略就是刚刚好破那个，就是破那个一万多，正好刚刚好，结果他们就给我卡住了，就还好不是比大。那我们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结束了，我们这还有一秒钟。不是，是我们已经结束，他们那还有两三秒，这样的吗？是吗？有延迟的。来吧，出了一个这么大的，我的天，九九一般也九九六四，除了九九九也就这个了吧，我觉得已经。
好会哦，嗯，就好不容易有一次能赢麒麟的机会，结果就这么流失了，咱们就是流失了，咱们就卡住了。没事，姐妹们，我们来跳 Trouble Maker。没事没事，就是咱就是运动一下嘛，运动一下，小小运动一下。哎呦，怎么离开了呢？什么意思啊？啊，回来了。没有，刚刚卡了。你会吗？反正我不会。你。等一下，等，重新来一遍，我还没准备好，你跟我说一下。哇！哇！怎么了？我戳到房顶了！啊！什么？什么？他啊啊！帮一下，戳到那个。我刚刚什么？对，点一下，点一下，他们在搞那个。戳房顶上，好痛！咋？锁？怎么？凡尔赛呢？没有，是因为我们家房顶就特别矮，就是嗯，对，但是也不排除。下次换个大点的吧，尽量不要那个看到了。那也再来一遍吗？嗯嗯，来吧，小心点啊，小心点。你在摇啊。啊，怎么没了？它主要就是那个嘛，它主要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嘛，就你做起来了就可以了。我没有做起来。哎呦妈呀！啊、好，你看你们俩跳一个，你们俩跳一个吧。你们这么短、啊，短了，跳一个吧。啊、来，我来要啥呀？这个版本它是最简单的，你知道吗？其他的版本我看你看一下他们搜的这个，叫做肉肉。对，肉肉的 Trouble Maker， 肉肉，什么肉肉啊？你搜 Trouble Maker， 对 Trouble Maker， 是的，这是搜什么 Trouble Maker， Trouble， 哦，你吃的好饱，很 T 啊，后面加一个肉肉。TROUBLE， 嗯，这个。我们坐会儿，我们坐几条吧。我们可是赢了。哇，好难哦！好难哦！是这个吗？哦，是这个。这两个黑衣服的那个，对，哦、肉肉的。我觉得麒麟他们应该很会跳，我觉得。我们搞个这个吧，我们下次我们学一会儿，下次咱们站起来跳。可以可以可以。来，来学一下。什么？哇、哦，好，那就短短一秒钟被接到了。是吗？嗯嗯，这个。哎呀，还可以吧，很不错吧，有种见黄的感觉，看到我脸耳朵都红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就刷几个他就起来了，学一下啊，学一下啊，嗯，行，可以可以，你们刚刚被警告了吗？啊，你们刚刚被警告了吗？会啊，没有被警告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到了。俩是个搞笑博主，所以说我们俩干什么事？我们不一样，我们俩是颜值。对，麒麟他真的、嗯，对，嗯什么？我们是这个，我们是不是得等这个先过完？不用，你们玩吧，你们玩吧，我们走了。行，好嘞，好，拜拜，拜拜。我也带节奏，家人们。又带什么节奏？没关系，没关系了。懂你们的意思，懂你们的意思。都哥们儿。不不不。嗯，团结友爱。Pish, pish, pish.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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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能搞那个。姐姐修改一下吧。又成砂糖橘了，哎呦天！哎呦，哎呦，哎呦，不行，改不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吗？哎呀妈呀！嗯。看一下啊。再连一个。这是多少分钟啊？哦，5分钟、10分钟，什么太长了吧？嗯，怎么了？没什么。Troublemaker， 看，你不认识？行，可以，都可以。嗯。那这个哒哒哒，我们需要跳舞权限。哦。行，快 PK， 那 P 一下。哎呀，不看呀，玩别人。你看一下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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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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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们申请跳舞权限。我们又不是女主播，天天跳舞，我们也不是天天跳，对，也不是女主播，男主播跳舞也要权限哦，男主播跳舞要权限，只要是跳舞的主播都要需要权限，好像。巴拉斯托。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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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在连还是怎么的？我这个我怕老于不连我，我老于连上了。哒哒哒哒哒哒哒。看你们谁都可以。还好，家人们。还好，家人们，没有那么夸张。公主也在，公主也在连。对，公主也在连。哒哒哒哒哒哒哒，嗯。那 it's so so magical。Troublemaker， 谁呀？他们不知道行不行？什么不知道行不行？看他们在干什么吧。不要不着急，咱们别急，老铁们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嗯，没关系，我们那个他们都在连。嗯，新朋友，八月也在连。嗯嗯，八月也在连。Trouble trouble。天总也在练。嗯。对呀，聊会儿吧，咱们别急，别急。别急，没关系，老铁。没关系。休息嘛，咱们。对呀。无所谓。咱们有免费的送一送就行。嗯。我们不着急啊，你们想冲前三啊？想是 top。一些个。但他那个很不划算哎，就只能一个小时，多不划算呢，老铁。是的。嗯。Magical。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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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他们应该现在都就是连在一起，在那个，在互相打什么的。嗯嗯。是爷爷呀。是爷爷。十九宇啊，看看十九宇他们在吗？不在，不在，在。It's such a magical silent evening。没
没关系，老铁们。没关系啦，老铁们。对。我们俩对这个没有太大的要求，还是就是大家就是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就是不要不要因为这个造成困扰啊。第七，第七。对，不要因为这个造成困扰。我俩自己 PK 呀。是的，不要因为这造成困扰。嗯。哎呀，是吗？你这个上面有我的号吗？有。咱们就是说，有钱，你们真的是。对，我们这样子吧，我们都放在这里。对，随缘随缘。等一下。Troublemaker。老铁，老铁，别别别，关一下关一下，就我就放到这里了。不行，空播啊，不能空播是吧？那个多角度，多角度。就是丑。这个自己 PK 日常那边，我日常那边我纯就是给你们。打那个的啊，就是你们千万不要把人气变送到这里来，送到这里来，双机位，双机位。嗯，就放这儿吧。没办法，你们想打嘛，对吧？哎。加油加油家人们，哦，真真双机位了家人们，真的老铁。哎，我这是好像在看综艺家人们，我就像看综艺。像不像那种综艺里面的那种老铁，真的有点像综艺里面的那种。哎，谢谢谢谢，纯纯男明星，纯纯男明星，两位男明星。什么东西啊？直播七个砂糖橘，不吃不吃。这个好笑。惩罚是什么？对面主播给我跳舞。对面主播跳舞。嗯嗯。两号不能一样内容啊。无所谓了，无所谓。一生要强的鸭子们。嗯，咱也只有五分钟了，咱也只有五分钟了。对，最后五分钟了，咱努努力，坚持一下。男明星可以唱歌吗？那个 ，baby， 除了想你，除了爱你，是的，哦，我什么什么都愿意。Thank you。翻开日记，整理心情，哦，我真的真的想放弃。你始终没有爱过，你在敷衍我，一次一次忽略我的感受。我真的感觉迟到了点，这是在走马老铁，最后五分钟，大家是不是上海人机票？但我没有朋友，打不到。无力继续，这感情不值得我犹豫，不值得我考虑，不值得我爱过你。这样的你不值得我考虑，不值得。不值得哭泣，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
这样的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自己找机会了，是不是？哇哦！沉默了，老铁，沉默了。悄悄是别离的声响，沉默是今晚的。你嗓子真的很哑，不可能，不可能。那就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变成烟嗓了，家人们，马上就变成烟嗓了。哎呀，对，马上就变成烟嗓了。哎、真的无语。小宝吃的走吗？老铁，沉默一下，沉默一下，沉默一下。为什么是 PK？ 它可以那个，它可以设置的，就是可以把那个 PK 设置成十分钟，还可以把它设置成就是更久，一般都是五分钟。是等不到加成。什么一般等不到加成？加成不是只有五分钟到两分钟的时候才有吗？哦，等不到算了呗。他们 PK 不就是为了等那个加成吗？啊、哦，是吗？不是、啊，那怎么办？我不知道哎，那怎么办？怎么办？啊！下次吧，下次吧，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下次还是五分钟，好吧？哎呀，爱豆直播舞台啊，爱豆直播舞台。谢谢大家，谢谢大家。Thank you。没关系，没关系，抢完一下啦，抢完一下，抢完一下，看看另外一个镜头了。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支持。三浪黑。对面主播是什么类型的主播？是帅哥。嗯，没关系，没关系，家人们。嗯，一个人看一个机会很搞笑，没事中心不在这说啥呢？这种感觉，对面主播好牛啊！说哪个呢？Oh my god！ 另一边更帅吗？不会吧，小宝不开心，我为啥不开心呢？没关系，家人们随缘。成尴尬了，成尴尬了，真没办法了，老铁，别说我们了，主要是我们主要是真的没有人 PK， 没有多少认识的人。对，你说咱现在每每 PK 可以不好吗？没人 PK， 还差三十万，还差三十万就别急了，这有点那个。来不及，侧机位，侧机位在哪儿？这边啊，这个侧边的机位啊。哎 ，Hello， 观众朋友们，你放个脚在这啥意思？我这个大爷坐姿啊。行，这个样子，好，很帅，这样子。好，谢谢谢谢家人们，谢谢家人们送的人机票。哎，给你们送一个，我给他。侧机位光好好是吗？侧机位上面还有一个叶子呢。哦。这种回忆。加油，加油！贴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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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狐狸哥哥，谢谢狐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怎么就是钱大小钱大小啊？好了，到了是打了个啥呀？我不知道，我把这边我把那边关掉了哦，家人们。估计就是第四。怎么有这么多人？哦，这边怎么这么多票？啊，是我们这边这边的。我把这个下了。嗯。哎呦，老铁们，终于回归正常了。刚才毕竟旁边有个侧机位，有点拘谨了。啊，有点拘谨了。被拘谨了，看到 PK 就有点害怕，虽然是我自己。第四啊，行。Nothing I'm crazy。没关系，没关系。噔噔噔噔噔。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也很棒了，也很棒了。再听一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是的，真的很好了，真的很好了，嗓子真的哑哑的，真的很好，真的很好了，家人们，真的很好了，真的很好了，顶呱呱，很棒。就是说，一声要强的哑哑，很好了，真的很棒了，真的很棒了。你想想，他们本来就是说，就是晚上这两个时间段本来就非常。蛮难打，知道吧？所以真的很，真的很，真的很棒。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的，这里是。嗯，不是一直都是红的吗？你怎么把这个那什么了？往前。保安给我拿水去了。谢谢，鼓励一下，鼓励一下大家，鼓励一下。真的很感谢大家，真的很感谢大家。很棒，很棒，老铁。很棒了，家人们，真的很棒了，真的很棒了。主要我们也没有说是很那个很看重的那样去打，很大家纯就是靠自己。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很棒很棒哦，嗯，他们打不亲你干什么？哎呀，辛苦啦辛苦啦，辛苦了辛苦了。回到远方，飞到远方，坐坐。远不从前，自由开阔。辛苦辛苦，哎呦。叫热汤，叫热汤。Hot soup, hot soup, hot soup, hot soup。谢谢各位。晚上喝凉水伤胃。这个不凉，不凉，常温的。常温的，这个不凉，一点不凉，是那种有点温温的，因为家里很，家里挺暖和的。对，我还在读书，我大三。飞到远方，飞到远方，还好你说的，还好我没忘。岁月把荒唐铺成了乐章，每一首都荡起回肠。飞到远方，飞到远方，回忆的热汤就留给回忆去尝。愿我从此自由可里面藏。谢谢我哥呀，谢谢大家。来，这来，你唱前面，我唱后面。飞到远方，还好你说的，还好我没忘。岁月把荒唐当乐章，每一首。荡起回忆唱，不会唱。飞到远方，飞到远方，回忆的热汤就留给回忆去尝。愿我从此自由开阔，你也从此别来无恙。Yes。我们还 PK 吗今天？嗯，没有，休息休息。嗯，唱唱歌吧。来吧，今天给大家唱几首歌，咱休息休息。大家真辛苦了，看直播看饿了，我们在这嘎嘎就唱歌。你去吧，那个明天早起的鸭子，明天赶紧睡觉啊。休息啊，我们唱唱歌。你要是愿意听，你就听着睡；不愿意听，你就赶紧去睡觉。嗯啊。天天晚上不睡，白天不起，啥下我们再唱几首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有什么歌呀？咱们浅唱一下吧。谢谢辣酱，谢谢辣酱，谢谢老蕊辣酱。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嗯，本来在这里的。哦，是的呀。为什么跑到这里来？不知道。哦，对，惩罚没做呢，惩罚。哦，什么惩罚？什么惩罚来着？炒橘子。贝壳炒饭。贝壳炒饭，是吧？我们咋炒啊？哎，他们不会想看我们贝壳炒饭的家人们。这玩意儿炒吧。
二零。我给大家模仿一个礼仪小姐，不是，模仿一个那个举牌的小姐吧。哎 ，round one， 哎 ，round two， 什么来着？一样的月光，飘了。那就喊榜一大哥吧，狐狸哥，狐狸哥，狐狸哥，坐坐。一样的月光，怎么照得我越来越心慌？你有些怎么现在的忘了忘词了。狐狸哥坐坐，亲姐坐坐，随便坐。S 哥坐坐，屋顶着火跳过了，老天。听说吧，听说。咱说来，啥歌是吧？来，狐狸哥。哎呦。啊，那就我们俩得会唱啊，会唱啊，家人们。果然叫听说是吧？来吧。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请解我社恐，你们随意，想唱啥唱。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咱们看一下。今日最大受害者 S 哥，S 哥好惨。这是什么歌 ？S 哥说吧，小手拉大脚，心动啊，这是。等上啊。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你在啊？以为你在哪里？原来你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大伟，大眠。从前嘛，从前嘛，从前的日子过，是吧？爱在西元前，被驯服的像小手拉大脚，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天哪，你们唱听的歌关键词好多呀。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那么多人，这不唱过了吗？唱个这个吧，先。
有你。My turn, my turn. 有点紧张。这深远的光景，在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生日，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夜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感受是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星，环游的星星，怎么可以？深夜也不是深夜 emo 吧，这个歌明明就白羊，唱是白羊，这个歌明明就非常的就是说甜。白羊咋唱来着？谢谢星河，谢谢星河，谢谢狐狸哥。这怎么唱？我的大蓝房，我的大蓝房。啊，不会唱。哎，对不起。我天哪，哎，摇摆的多了、只会唱副歌。就这里的白羊太高了、我唱一下，我冲一下，来前冲一下。多热烈的白羊，多善良，多抽象，多完美的太阳，谢谢下落不详，信号空荡，都快要失去形状。失去形状，青春已经荒唐，依然学着疯狂。这声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灭心跳。谢谢青姐，不会了。多热烈的白羊，多善良的车厢。谢谢谢谢。啊，啥歌啊？属于是对我们演唱会的应援。嗯，那开始吧。哎，我想唱一首那个，啊，你先唱。真的吗？嗯。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一会儿我就忘了。谢谢青，谢谢青，小汽车 ，Sweet Love。谢谢青，甜蜜送达，变身。魔法少女啊，马猴烧酒，马猴烧酒是什么意思啊？你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小触摸的脸庞，不再体贴对岸，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不再交换悲伤，再次以为的世界被你离开的反作用力走进黑暗陷阱。谢谢青，谢谢 Sammy Tango。 亮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是这首吗？是的。一样的月光。谢谢青，谢谢 Sammy Tango。 我的至于那个唱的高潮部分。谢谢大家演唱会预约预言预应援。听一下。
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尽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一样的月光，怎么照不亮未来的形状？哦，就这样吧，我的爱，让寂寞的月光占据我的床。谢谢狐狸哥的那个，谢谢大蓝方。哎 ，Back to December 是吧？我看一下啊。Back to December， sorry， 不会念。谢谢狐狸哥，狐狸哥坐坐。美美唱一下啊 ，Taylor 姐 ，Taylor 姐，嗯 ，So glad you make time to see me. How's life? Tell me how's your family? I haven't seen them in a while. Been good, busy than ever. We small talk, walk and the other.Your cloud is up and I know why. Because the last time is something in the brain the back of your mind. Give roses and left them there to die. So this is me, struggling me, my pride, standing in front of us, singing sorry for the night.And go back to December all the time. Turns out freedom and still wishing I realized what I had when you were mine. I go back to December, turn around and make it alright. I go back to December all the time. 狐狸哥说不愿再做好想再听到做作的，是的。哎呦 ，sorry。哎，好的，知道了。那就是糖糖吧，糖糖。啊？战战战战战战。哦，我给大家唱个，怎么样 ？Let's back to December。是丫丫点的歌，金波丫丫。金波丫，金波丫。那个，我给您唱一首，那个。哎，叫啥来着？卡妹的男朋友叫啥来着？前男友 ，Shawn Mendes。啊？怎么拼啊 ，Shawn Mendes？ 不记得，换一首。Sorry。我们俩不会唱，你会唱吗？不会。这首歌好像他们很喜欢听哎，大可不必。Last Christmas, you gave you my heart for the very last day. You gave it away. S H A W 啊。你在左边。对。你在左边，我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去面对，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这相册，滑落的照片让我变沉默。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怎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有没有想你想我，哭和笑都懂得再沉默，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谢谢 Guard Duck 的我的马车，我的马车Senorita， 好的。甜甜。是 KK。一果果是。你在左边，
握紧靠右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谢谢无聊哥。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坐在书本桌上的滑落的照片，让我变成我。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怎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的心藏了好久角落。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怎开始的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里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的角落。美美转音，美美上转音，美美来一个转音，谢谢谢谢谢无聊哥，谢谢谢无聊哥。刚才突然想起一首歌，现在忘了。Senorita 给我唱一个。Senorita， 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好像不二手啊。Every time it's true, I'm in love. 吴雅维。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norita.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t need ya. But every touch is true, la la la. It's true, la la la. Ooh, I should be running. Ooh, you keep me coming for ya. Before I even know her name, la la la. It feels like ooh, la la la. Safari moonlight, we dance for hours in the Santa Clara sunrise. Her body feel right in my hands, la la la. It feels like ooh, la la la.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norita.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t need ya. But every touch is true, la la la. It's true, la la la. Ooh, I should be running. Ooh, you know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norita. I wish I wouldn't so damn hard you live ya. But every touch is true, la la la. It's true, la la la. Ooh,I should be running. Ooh, you can. 你拿了个毛线棒打打人呢？谢谢青啊，谢谢青啊。那想起来我要唱什么呢？我真变烟嗓了。那我等一下我要给你们来个烟嗓才能唱的歌。谢谢青。Turn up the radio。嗯，是这么唱吗？谢谢青，谢谢青 ，Sweet Love。唱一首我在那一首歌里的歌吧。哎，这首歌叫啥呀？听见了谁的声，在空气旁。哦，我听过那个。走走走，告诉他人，听过没有？不害怕现实。哎，这首歌感觉蛮适合我的，叫啥了？唱一首那个。唱一首我的女神阿丽的歌。你有没有？有没有？哦，我待会唱这首歌，你先唱吧。沉浸一下，沉浸一下。你不演了？嗯。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我还记得你说我没有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有些爱越像抽离，却越更清晰。那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有点高潮部分。哦，不用，没有高潮部分。你唱吧，给。谢谢大家，谢谢。给大家唱一首吧，就烟草糖唱歌是吧？我听一下调啊、哦，谢谢酸奶，谢谢酸奶哥的，酸奶哥的，听一下调啊。断跳动。这儿呢，我的雨带雨听见了谁的声，在窗户旁安静的响。啊，唱这个吧，唱这个调吧。这儿呢 ，the radio。嗯，早点休息哦。芭比啊，谢谢狐狸哥，谢谢狐狸哥。这儿呢，狐狸哥走吧、啊，不走，不用走。这儿呢 ，the lies you know。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又那么沉重。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 Turn on what did I wrong？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想是什么力量，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有没有也会有一点心动的时候，但是说不出口，你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写无聊歌，写无聊歌，还是挺高的。Turn on the radio。比较轻松，也不会有沉重的枷锁。Turn up your favorite song， Just like there's nothing wrong。 也许时间一长就会遗忘，真的当是误会一场。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有没有有没有也会有一丝心动的时候，
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这个歌不气的，还有什么歌来着？看看我的女神还有什么歌。我确实是比较容易喜欢唱这种就低一点的歌。哦，这首歌我以前很喜欢唱，得降调。叫有没有？就有没有？有没有？有有有啊！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对吗？是的，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怎么这么低？我尊重眼泪。孤独万岁，是怎么改低了呀？感觉前面唱低了，你再唱一下。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你觉得疲惫。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是的，肚子有。我忍住眼泪。孤独万岁，失恋无罪，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我对于人心早有预备，还不算太黑。独身万岁，失恋无罪，爱不够，爱你的人才受罪。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难道不珍贵？一个人崩溃，不是在犯罪。不错，不错，不错，家人们。唱的真的不错，早期的成名曲，早期的是我早期的成名曲，是吗？我高中的时候唱的歌，谢谢谢谢。张俊杰，你啥风格？张俊杰，张俊杰是谁呀？谢辣椒，谢辣椒。我姓王那天，我是小王。Nice， nice。谢谢谢谢，摸一下，奖励一下，跟我有什么关系？全是爱，全是爱情。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如此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是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背叛，就更害怕你是蒙混混的家伙。好了，不想再说了。Thank you, thank you。谢谢谢谢。情歌，情歌王子，情歌王子。那我是不是唱过呀？唱唱过。Make you feel my love, someone like you.Easy on me, hello, hello， 你唱过吗？我听过这个。Hello， 嗯，来唱一下吧。Hey, hello for me，、啊、是那个吗？是的。Oh, the sky。什么？哦，是的，我这后面太难了，我就浅唱一下、啊。哎，平凡之路也行，平凡之路也是我早期的成名曲。Hello, it's me.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d like to meet
go over everything. They say the time's supposed to heal you, but I ain't done much healing. Hello, can you hear me? I'm in California dreaming about who we used to be when we were younger and free. I'm forgetting how it felt before the world fit at our feet. There's such a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a million miles. 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I must have called it a dozen times to tell you I'm sorry for everything that I've done, but I know you never seem to be home. Hello from the other side. At least I can say that I've tried to tell you sorry for breaking your heart, but it don't matter. It clearly doesn't heal you apart anymore. It's me. Alright. 什么 ？To be， 后面这都跟上什么 to be 了，什么 must 了，什么 more 了，这个我看得懂的。谢谢狐狸哥。狐狸哥，啊，狐狸哥。提示收掉，提示收掉。三位。张宇这个吧，要唱成跟着原唱的。咱们唱一下 Easy on me 啊，对，小小 Easy， 呵呵，加 Easy 一下。唱麦了，唱麦了。嗯，好吧，咱耳机在那边呢。不知道啊，我昨天放桌子上了。是吗？啊。来这儿了，不好意思啦。戴耳机唱呗，要不？嗯，好吧。嗯，也行。来吧。哎哎，重新来，重新来。现在好了吗？狐狸哥站着。There ain't no gold in this river that I've been washing my hands in forever. I know there's hope in these waters, but I can't bring myself to swim when I am drowning in this silence, baby. Let me go easy on me, baby. 没好吗？The world around me, I don't have time to choose what I chose to do. So go easy on me. 好了吗？好了。
child didn't get the chance to feel the world around me. Had no time to choose what I chose to do. So go be可以了，可以了，后面太难了，后面太难了，你要唱。刚刚是唱什么吗？忘记了。看一下，请看一下。感谢月亮，有什么？再唱两首，我们就下了，在吗？嗯嗯嗯。真的很爱你们，天哪，哪有你们这么捧场的？怎么就是说看我们的演唱会了呢？的歌可以唱，谢谢莫吃吃。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吗？啊，平凡之路，对，想起来。这太高了吧？啊，这首歌还高吗？欢你等着吧，你后面说不定这副歌就高了。冲一下，冲一把。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你要走吗？ Via Via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一样的沉默着的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Wild Dreams 是有点高了。刚才说哦，这首歌还高呢。气死我了。狐狸哥坐坐啊，狐狸哥站站，等会儿弯腰的俊美。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留在每一个爱过的人心房里加温。爱过几番恨过几轮，越在心越疼。狐狸哥真不错。 OK， Wild Dreams， Wild Dreams。 狐狸哥喜欢 Tyler 姐。 Tyler 姐太姐妹妹。 We say let's get out of this town, drive up the city away from the cloud. I thought heaven can help me now, nothing lasts forever.This is gonna take me down. He's so tall and he's a mess here. He's so bad but he doesn't so well. I can see the end as it began. My one condition is see you remember me standing in the night dress, setting at the sunset, babe. Red lips and rosy cheeks. See you see me again, even just in yourWildest dream ever, oh. Wildest dream ever, oh. I say no one has to know what we do. Hands in my hair, it's closing the door. And his voice a finally sung. Nothing lasts forever.
This is Colin Wood now. He's so tall and he's a mess here. He's so bad but he doesn't so well. When we had our first kiss, my last request is say you remember me standing in the nice dress, setting at the sunset, babe. Red lips are rosy checks. Say you see me again, even just in your wildest dream now. Wildest dream now. You see me in the highlight, I've been all night burning it down. Someday when you leave me, I may those memories follow you around. You see me in the highlight, I've been in the all night burning it down. Someday when you leave me, I bet those memories follow you around. Say you remember me standing in the nice dress, setting at the sunset, babe. Red lips are rosy cheeks. Say you see me again, even just pretend. 嗯，谢谢大家。哎，这首歌真的很难唱，家人们。哎，最后唱一首吧，最后唱一首。Say you remember me。唱一首，咱没完。我很爱，我很爱，我也很爱太姐，没有人能拒绝太姐。梅姐。冲一下，冲一下，坐坐。没跟上，都怪你，这里坐坐，喝口水。开下嗓，开下。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我那我也垂涎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欣赏。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燃篝火为我守望。无 PD。 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燃篝火为我守望。温柔的晚风啊，请你带走我的惆怅吧，别让我追随不可一起的彷徨。阿楚姑娘，
此时此刻你身在何方，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燃篝火为我守望。温柔的晚风啊，请你带走我的惆怅吧，别让我追随不可一起的彷徨。跟你跑调了，跟我跑调了，跟着你跑了调了，跟我跑调，你自己跑调，你咋怪我呢？你在那里唱的，我没唱，你自己跑调了。你耍我，等会儿怎么唱的我都忘了。别让我跟随不可一起的彷徨，不可一起的彷徨的彷徨。别让我追随不可一起的彷徨，啊，楚姑娘。啊！自己跑调，你就是啊！我操！卷子，就是自己跑调了。是的，是的，刚才有点跑调，不好意思啊。Sorry。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天哪，菲菲，菲菲，你们飞起来吧。嗯。时间的泪也撕去我伪装啊！咱们准备下播了，咱们准备下播。谢谢刚刚，对啊，谢谢大家。谢谢古典主义，谢谢古典主义，咱们就下播了。嗯，飞飞吧，不做了。我跑的，我跑的。哎，气死我了。嗯，拜拜，晚安啦。我的宝贝，宝贝，等你天天让你直接到旁边。谢谢谢谢我亲姐，亲姐菲菲，亲姐菲做的，菲菲，什么凑个整？什么啥？点赞吗？点赞，赞美就一千万了，一千万了。谢谢我狐狸哥，谢谢他送这个飞船的意思就是说不做了，要飞。狐狸哥，菲菲，狐狸哥，菲菲，狐狸菲菲，嗯。咱们真的，要不我们再合唱一首，嗯，还唱一首，唱首啥？合唱一首呗，合唱一首。啥？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人家在偷偷说，在偷偷唱，趁他们不注意。啊。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可以可以。行行行。偷偷唱。趁他们都睡了，我们唱一首歌。对对对对对。偷偷的。他们现在肯定已经有人退了。对啊，好吧，先过了，我退了。退了，对对对，他们唱，他们唱。偷偷偷偷。谁先唱谁？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跟上光的影，越无法抽离而已。那这怎么唱？接着你。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握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
晚安，拜拜。谢谢狐狸哥，谢谢狐狸哥，拜拜，谢谢狐狸哥。能给就是能给大家带来就是开心，或者就是是我们的荣幸了。对，是我们的荣幸，这是我们唯一能为大家做的事情。呀，这是我唯一能为大家做的事情。拜拜，我们下播了。偷偷再唱一首片子。爱你们哦，爱你们啊！晚安，早点休息，早点休息，明天休息。给我比个心来，我明天也休息。比个心，好好比个心。烟奶，我从小喝到大，单手比心。拜拜。